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假如 x 哈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，乘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六，那 y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，乘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，那么他要比较呢 sy 的大小。我们先观察一下哈，这个 x 的话，这两个数相乘的话，这两个数相加哈，会等于这两个数相加，我们看尾数就可以了。其他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九加六是十五，八加七的话呢也是十五，那这个相当于什么东西？相当于就是说哈，现在的话哈有一个线段啊，拆成什么了？因为这个加这个是常数嘛，有一个线段我把它拆成了两段 ，A 跟 B。那什么时候哈，这 A 跟 B 哈围成的这个呢面积哈？最大，就是说这个时候围城面积最大，什么时候它会围城面积最大呢？就是说这两段相等的时候它的面积最大，或者是说这两段哈、越靠近的话，它围到的面积呢就越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哦，这两段的话哈、哪一个呢比较靠近呢、八八跟八七差一嘛。八九跟八六差三，所以呢，这个围道的面积就是说两个相乘，这两个相乘哈、它会呢比这个大，所以答案应该什么？应该是 y 大于什么呢？大于 x， 或者哈、你可以比较什么呢？比较这个呢，九乘以六，其他不看嘛，它跟八乘以七，看哪个大嘛？当然是八乘以七比它大。这是九、六，围城的面积哈、它会小多少呢？八乘以七，七八五十六，九六，七八五十六嘛，九六五十四嘛，它比它大，所以应该是 y 比 x 大，所以答案的话哦，应该选 b，y 比 x 大。